看手机微信才能融入他们。台湾人也很少人在玩这个啊，所以台湾人看到我在玩这个，应该也是嗤之以鼻吧。哦，要修那台车怎么飞起啊？你要看重播。这台。不是，你要看重播就修。哦，干超球！干你这个玩法太久了啊，好屌哦！有没有直升机当路当车在开耶？有没有看过？太疯狂！可以吧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！你先下来啊！超狂！这个玩法可以，不过你也快死掉了。